走过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出一首赞歌。欧阳娜娜大唱中国爱国歌曲，十一中国国庆大内宣，她也将登台演唱《我的祖国》。中国梦祖国颂特别节目，欧阳娜娜就在这一身大红色，跟其他中国艺人一字排开站在最中间。她说心情迫不及待，特别澎湃的方式，我觉得就是期待又激动，但是同时也挺兴奋的。是因为他们本身存在的统战价值，要利用他们台湾人的身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，您唱我的祖国，宣称代表台湾人民，我想违法的地方是非常明确的。欧阳娜娜大唱我的祖国，的确可能有违法疑虑，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(1)，不能跟中国政治机构合作，涉及政治内容，违法最高开罚50万元，而且还能连续处罚，相关单位现在要介入调查。市政哈，那么收集明确之后，再来看看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法条。统战的氛围吗？全民来公平。欧阳娜娜脸书被灌爆，网友留言代表中国共产党颁发表扬状给你，人民币香吗？欧阳之娜 logo 了，记得带你全家回归祖国。如果你爱中国，请正式宣布放弃台湾国籍，别一边享受台湾健保好处，一边大捧中国共产党。蔡立顺、陈君姐、朱淑君，台北报道。